是四个八拍，然后是一个比较偏律动的小舞蹈哈，其实也算是简单的。来，我们先学习第一个八拍，首先会涉及到咱们一个手型哈，就是我们之前常见的哈林腰，啊，就是哈林腰。来，然后呢，我们首先手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不用做嘛，就做了一个变形。来，首先往左边起一个范儿，然后往右边走，右，所以说 n 一，好。注意啊，大臂夹住，把你的右手、左手和右手往右边走，这样子可能看清楚一点哈。五、两、七，N 的时候先在左边起范儿，一过来，好，搭搭二，所以说这里左左右左，最后这样子哈。所以说先左，然后再到右，然后左右左，这只手大臂控制住，五六七走，N 一搭搭二。OK，好，带上肩膀。好，我们首先起范儿在这个位置哈，然后往左边的时候把肩膀立起来到这个位置，然后搭搭二的时候右左右啊，你的手的方向和肩膀的方向是反的。One，在这个位置，and 一搭搭二，所以说五六七，and one and two，五六七 and。One and two，五了气走。One and two，五了气走。One and 五六七走。And one and two，这里的拍子这样子啊。And 先起范儿，One 过去。And two，五六七走。And one and two，Yes，好。Three 的时候，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啊，变成一个一，然后从嘎吱窝开始往上搂起来，到这个位置，二四的时候拍手就可以啦。哎，easy 啊，所以说，and one and two，肩膀立上去，然后 three 的时候身体做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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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做两个 down and down bounce，五六七走 down and down down and down。身体的律动保持哈，所以说是 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OK，这是手上动作。然后脚下呢是咱们的一个 drop 的一个脚步哈。如果是零基础宝宝学最基础的脚步，然后有基础的同学尽量还是把它做清楚啊。来，首先我们先拿出来的右脚。把它抬起来，然后呢，其实，在我们初学里面也是有讲过这个脚步的哈。来，脚拿起来之后，落脚的时候，把你的左脚的脚后跟往左边转，所以说是 n 踩出去。好，零基础宝宝就做个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再把左脚拿起来，把右脚的脚落脚的时候，把你的右脚的脚后跟给它踩出去，easy。所以说，一、二、三、四，简单。然后律动往下。走，五六七，一、二、三、四，啊，然后加上手的话，我们等一下先说手，然后有基础宝宝就把这个 drop 的轨迹做完哈，它其实是这样子的，抬脚，然后这个一样，然后它会有个踢脚，先把脚尖立起来，然后踢出去啊，五六七，走，踩，踢脚，然后回来之后再落左脚，再踩出去，再踢，然后 one in。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它会有个踢脚，踢脚，踢完之后吸回来，有这样个轨迹哈。然后转胯，五六七走，one 五六七走，one 踩出去哈，one and 踢出去，three 胯也转了，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eight。如果零基础同学就做这个。就可以啦，已经非常不错了。尤其是我宝再加这个，好，然后加上我们的手，来，and 的手在这里啊，one and two three four，手连起来是一二三四，加上我们的手 and，好，一的手踩出去，一打打二五两七。八走一打打二，好，然后我们把手加上哈，来手，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加上脚，五了七 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
5，4，走，1 and 2，3，4。OK，有一点点考协调，下去好练哈。五六七走，and 的时候，左手在这边，往左边走。好，五六七，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four。OK，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哈，把连顺。五六七走，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好，five six seven eight，很简单，手呢夹住，然后律动。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五六七走脚，一、二、三、四，很简单。down 下去，然后回来的时候继续做 down 脚下，重心其实在右脚点起来，脚尖内扣，然后收回来，左脚脚尖内扣，收回来，所以说是 one two three four，这个简单哈，手摆臂摆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走，一、二、三、四，律动做清楚一点点哈。OK，是我们的第八拍，所以说连起来是五、六、七、八，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 five six seven eight。OK，好，第二八拍，看我们的手这个已经出现很多次了哈。先看我们手的轨迹，拉起来，然后抬回来，然后手绕一圈。绑打到你的胳膊肘上，这是手的轨迹啊，不要做反了。And one, and two，看手的轨迹，先抬胳膊拿起来，然后绕一圈打到肩膀上，胳膊抬起来，然后顺着回来，打开，然后让你的小臂大臂控制住，绕完之后冲拳出去，这是手的轨迹。说拍的是 and one, and two，哎，五六七，one。And two，身体律动，down and down，down and down，五、六、七，走，down，and 的时候 up，and 的时候手拉开，and 绕的时候再做 down，OK，、okay, 五、六、七，走，down and down，五、六、七，走，down and down，五、六、七，走，down and down，down and down，yes，好。一二好，三四的时候看我们的脚哈，这个地方我其实也是我们以前网上很火的魔性摆胯，它其实是 wave，它其实是 wave，并不只是只有胯哟。所以说我们来练习啊，它其实四个点，胸往前，往上躺，躺完之后，我们在做到这儿的时候，把你的胯给它顶出去，胯顶出去。好，含胸的时候，胸和胃，还有胯往里面收。最后把重心换到右边去，啊，五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换重心到右边，左脚脚尖踮起来的，说连起来是，一、二，到这个位置之后，把你的胯啊往左边顶，左前方顶，并不是这个啊，是往左前，然后含胸收胯，然后放到右边，说连起来是 one。And two, and three，连起来，一、二、三、四，反方向一样的，换重心，右、上、顶胯、下，然后再到左边，说连起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摆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手在这个位置去做两个摆，一、二、三、四，重心切换，切换重心，啊，one and two and 它就有了，两，one and two and，OK，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前面，哎，好像只有两个八拍，好，连起来走，一 and 二，三，四。OK，好，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其实也就是螃蟹步的变形，也就是 crab 的变形啊。首先呢，明白膝盖内扣，对吧？然后八字，一、二、一、二，练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最后在这个位置哈，嘿 and 嘿，然后直接踩右脚内扣，然后呢。转动你的脚后跟儿，看一下啊，五六七走，先内扣，然后开始你的右脚
脚后跟往左边走，然后左脚往后侧一步，变成一个八字开，所以说是内扣八字开，内扣八字开，内扣八字开，往后侧一步，好，反方向一样的，内扣八字开，给它拖回来，身体有个位移，从中间到右边，从中间到左边哈，内扣，然后以右脚为中心轴，然后转动，转动它，看到没？慢慢的拉回来到这个位置，然后再来一次，膝盖内扣，然后慢慢的拖回来，OK，然后我们会有个方向，一、二、三、四，所以说是一的时候踩右脚一，这样子回来啊，一，好，身体往右边转，二，回到这个方向，好，三，身体到右边。四，啊，身体嘿嘿，就这样转啊，五六七的，拧你的身体，五六七的，拧它。现在这个位置，身体到你的左边，然后转，身体往右边啊，好，再来，身体在右边啊，转，OK，所以说是 one in 起 in 五两七走，转身体，转身体，五六七走，one。in 起 in，OK，这就是我们的脚步哈。然后手你可以打开，或者是抓裤子都可以哈。one in two in，OK，好，最后一个侧反位我已经掌握很多次了。然后呢，我们的胯的传递哈，先看最正常的，先蹲下去，先蹲下去的时候屁股撅起来，然后胯往前，好，一节节传。好，现在到你的背部了。顶出去，顶肚子，顶完肚子之后该到胸了，胸顶出去，然后再到肩膀，然后再是头，所以说是蹲，胯，肚子往后躺一点，然后胸挺起来，好，肩膀好，头收敛起来是一、二、三、四、五、六，连起来，one、two、four，OK，它只是说在侧面的往下蹲。蹲的时候，屁股是往你的左后方走的。好，往上传，传到胯往前，胯传完之后，盘腰往后躺一点。好，胸侧面的胸，好，肩膀好，头，所有连起来是 one in two in four，其实就是侧面的侧位负，连上去哈。OK，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五两七走，一搭。二、三、四，走五，来，膝盖内扣，直接出右脚就可以了。身体转到这边，打六，打七八，上右脚，来，传上去七八。然后一二三四的时候，你可以一、二、三、四做胯，或者是 roll 都可以，就做一些随意的动作就结束了哈，或者是做律动。啊，抬脚的，抬脚律动，one two three four 就结束了。好，说说整支舞蹈呢，咱们从头来捋一下，五、两、七、八，哎，one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and two three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four，好，走。也是可以的。